据河南省水利厅发布消息，8月30日8时至17时，河南省普降小到中雨，许昌、郑州、平顶山市部分地区降大雨，局部暴雨。最大点雨量为许昌市香城县山前江庄雨量占71毫米，平顶山市夹县前庄雨量占59毫米。受降雨影响，唐白河及其支流、伊洛河、颍河、郭河、共产主义渠出现涨水过程。据了解，河南全省有石漫滩、白龟山、姑石滩、燕山、鸭河口、六浑、盘石头、赵湾八座大型水库和九龙角、老鸭河、兔子湖、火石山、重阳、种岗庙、彭里坑、陡坡、打磨石岩、打磨岗、高丘、石门、七玉水库、大沟口、四河、女湾、通河、建山口、藤口、马庙、班沟、河城、石门、新庄、吊庄、龙王沟、群英、蓝谷洞、白墙29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。